沈英杰和东条和二僵持着，谁也不敢先暴露自己。天色渐晚，其他鬼子随时可能赶来，而沈英杰枪里没子弹，处在了进退两难的绝境中，必须立刻想办法脱险。 東條軍はあいつを追いつけたのか。行くぞ、俺ら行ってみよう。
看清楚，这是你的狙击步枪，这支枪杀害了多少中国军人啊！我今天让你自食其果，血债血还。